29号在法院的一个判决上面，说我们要1700多万的一个担保金啊。我想这个问题的话，每一个家庭，哦，一般的百姓的家庭，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任务啊，要去拿这个钱去做这个担保，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哦，所以目前他们判决说要我们要提出执行甲扣押的一个担保，在这部分的话，我们刚有讲，就是很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啊，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完成了，啊。今天如果说政府再加上建商，再加上警察，再加上法院，人民真的是无处可躲。那我们目前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般人怎么可以有办法拿出1756万跟建商去对抗？我们只是要保住我们自己的房子。你觉得这司法是明显的是倾向，不管是都市更新还是司法或者法律都倾向于建商。那我们要力图要扭转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觉得只有人民的力量能够去展现，才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所以我们希望就能够募集这1756万的借款，然后让我们可以继续再奋战到底，继续走下去。这个心情哦，就是已经无法度讲的啦。哦，这个过年哦是很难过的一个过年。好，哦，有钱的判赢，无钱的判输啊。哦啊，这句话就已经可以证明了，啊，在台湾这个社会上面呢，啊，哦，就是司法上面就是，哦，用这种方式在进行这个判决的。那我想跟各位讲一下，他在判那个在申请无权占有的时候，这个案子，我想各位，我这边讲一下我的状况。你现在我们到士林地震事务所去申请。我们的那个土地所有权是谁？现在去，今天是礼拜六，如果礼拜去申请，你看那个上面的那个名字是谁？还是我跟我们的竞标组都是我们的。那我请各位讲，什么叫无权占有？我也搞不懂，权利都还是在我的手上，为什么他可以判我无权占有？哦，这就是我们今天很难过，为什么这个司法上面的判决会这样？王家被判一审是败诉，那。如果说乐阳建设现在提出1756万的担保金的话，就能够开始申请跟向法院申请，就是强拆的假执行，意思是代表说，当建商在未经王家同意的情况底下圈地卖地，然后第一次可以请北市府强拆，第二次拆不够还可以请法院强拆。今天王家面对的判决，司法的判决是一个荒谬的判决。土地所有权人无权占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既有所有权，又没有权利占有，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从刚刚詹律师所谈，各位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法院，我们的司法，并没有意图想要让这个案子能够回归到源头，彻底的厘清，而是只想要擦屁股。昨天我们才收到判决书，那我们读了判决的判我们败诉的理由。好，哦，那当然这个我们刚说，如果我们不会被假释，我们是一定会上诉。他的判决我们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判我们败诉，他就说这样这个组合屋呢，经过市政府强拆之后，他认为已经由这个乐阳公司已经占有了，那可是他占有呢，在这个判决书里面，其实他讲说，他不需要去交代他的可以占有的法律的权利来源是什么。那回过头来，我们到今天为止，在士林地震事务所呢，这个已经被拆掉的房屋也好，现有这个土地也好，所有权的名字都还登记在王家，哦，14号、18号都一样，都还登记在王家。可是这个判决书却说，我们是即便我们是所有权人，我们都就说那个乐阳公司都不是无权占有土地，那我们所有权人竟然不可以去排除他占有的权源，不明不白的这个乐阳公司，反而是我们自己无权占有我们自己的土地，
请各位媒体评评理，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们希望停止这样子的圈地滥拆，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个为抗争抵抗者给力的这个支援前线行动。那这支援前线行动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钱出钱，没钱可以出力。然后有钱出钱的部分的话，就是主要是向社会借款。那我们向社会借款的部分，这个部分是保证是借款使用，那反担保金的部分事后在诉讼结束的时候能够完全的返还。那这是集虾米公民的力量，不要让任何一个家户单独的来承担这样子高额的长期的司法诉讼带来的经济压力。因为在这之前，王家因为乐阳建设的滥诉哦，已经付出非常高昂的经济压力。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有几经协商之后，我们反省到这是一件大家需要共同面对制度上面的问题，不应该要再让个别的家户因为愿意抵抗、愿意承担而必须要去承担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制度就算是1756万，他们去抵押土地也抵不到这样子的天文数字。那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没有钱的话，就是有不管有钱或没有钱都可以参加的活动，这是我们希望跟大家募集钱买不到的东西。那实际办法就是，请在用玩具钞或者是自制的支票上面写上你们认为金钱买不到东西或是不应该买的东西，我们将会带着这些东西一起上台北地方法院申请，用这样的东西去申请反担保。今天这个借款的单位是台湾都市更衣受害者联盟，我们台湾都市更衣受害者联盟向社会借款，然后我们在使用钱的部分是跟詹顺贵律师就是联名的印件，就是当我们要使用这个钱的时候，只能使用在这个诉讼的担保金上面，而且是由詹顺贵律师监督才有办法去动用到那笔钱。那这笔钱是一个向社会借款，那所以未来我们一样会把这个款项还给大家。我们拒绝同意这样子圈地滥拆跟以价逼和的逻辑。重点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个金钱，重点是这个担保金的它本身意义是，到底这个所谓的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回归到这片土地上面。因为如果说让乐阳的土地就是再次强拆、再次围起来，那意思代表说这片土地上至少居住在这边的所有人，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我们都还没有认识到说到底要怎么样跟彼此相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面对接下来往后的都更。所以我们看到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他们为了要拼他们的政绩，只能够越画越小，把都更单元越画越小，出现更多他们所谓的针灸型的都更，什么防灾型都更，但是那些都更其实说穿了，其实都只不过是合建而已。然后让在一般的合建的尺度底下给予大量的容积奖励，这样的情况是我们所不乐见的、哦。恶法非法，抗争有理，抗争有理，社会借款，社会借款，协力过关，协力过关。